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长荣航空了，对，因为他们出面的帮我解决了很多事情，对，尤其是有关有没有送热餐的困扰，之前我都不知道，现在清清楚楚，所以我现在以后都会搭长荣，对，因为现在这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现在我最爱的就是长荣，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节目要让你搭飞机出去嘞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活动。大概休息多久会回去？还是还没有？我一直没有离开，只是我这阵子真的是在营造一个神秘感，就是跟他先拆开，对，然后才会有合体的感觉。郑子瑜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想说：“哎呀，师傅终于被赶走了吗？”没有，有没有高兴？有没有高兴？你老实说。开始了，我们要进去座位。好，你讲完再走，你讲完再走啊。开始，拜拜。他们落荒而逃。